迎收看小号游戏。好，我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关野人的牢。野人来我们家，他就会被我关进牢里。陷阱，关野人的陷阱。OK， 这上面只要放上机械臂，然后在这里放上一个电能线，放上一个木板，这些也放上木板。野人很傻，很容易应付。OK， 我忘记了，最重要一步，扳手，扳手在哪里呀？在这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把扳手这里挖掉。刚刚扳手开始。看来他只能弄半。OK， 完美。野人是很容易上当的。来，让我来给你炫一下。用晚一点，早一点，不然太黑了。哎呦妈！进去，臭小子！我要挖个洞看你。从这里挖一个洞，来嗨皮一下，跟我一起嗨呀！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期待小号游戏，拜拜。